加冕礼。献上加冕礼品，我们第一个献上的礼品是念珠到您家活动的祝福状，由中华道明修女会暖福禄修女来呈现。第二个献上中华圣母的旗帜，由梅山中华圣母朝圣地的代表郭圣介弟兄来呈现。第三，献上加冕认证，由梅山中华圣母朝圣地代表郭明哲弟兄呈现。第四，献上全大赦认证书，由已故莲天柱主教家人代表林秀宽姐妹来呈现。第五，献上教区主保认证，由教区圣母军代表范满妹姐妹来呈现。第六，献上玫瑰念珠，由中华圣母修女会陈美惠院长来呈现。第七，献上圣母太像的权杖，由圣心雕刻公司代表黄思范先生来呈现。第八，献上耶稣的皇冠，由梅山中华圣母朝圣地代表王刚喜弟兄来呈现。最后，献上圣母皇冠，由梅山中华圣母朝圣地代表谢朱云姐妹呈现。宣读加冕证书，我们由达宝路代办来将加冕证书交给我们普英雄主教，普英雄主教以中文来诵读，但证书的正本是以拉丁文来书写，我们可以在礼本的第四页来看到。应嘉义教区前任主教多马斯中安柱阁下于2020年7月16日来函请求教宗方济各即全体教廷欣然授权准予以珍贵的皇冠来加冕嘉义梅山乡朝圣地志
满被圣宠者，万福童真玛利亚及无主耶稣基督圣婴太像，此令宗座礼仪圣部颁于2021年2月19日。感恩及祈求，请全体起立，目光朝向中华圣母太像，并请看礼仪手册25页。用记的。经文念这边。排序。上主。天地万物的天主宰，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以仁慈及公义从高达上推下权贵，扶助弱小卑微。你在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及荣福童真玛利亚身上显示你的神妙智慧，你的唯一圣子甘愿至谦至卑，服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坐在您的右边，同享无尽荣耀。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玛利亚，这位希望被世人称为上主仆人的真女，被选为救主之母和众生的母亲，现在她被高举在天使之上，并和她的圣子一起在荣耀中统治世界。仁慈的母皇，请为我们所有的人祈求恩典。宽仁的主啊，请垂顾您的仆人们，我们借着你为你圣子耶稣基督及他的母亲加冕，宣认救主耶稣是所有受造物的主宰。我们也愿时常亲近玛利亚，明认他为我们的天上女皇，请您配降恩宠，使我们常跟随耶稣及玛利亚，忠诚地为您服务，使我们为了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实践爱的，让我们去解自己，奉献自己，为你赢得我们的敬人。我们愿意在此城市谦卑，未能在天上被高举，与其他的信友一同获享不朽的生命荣冠。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祝圣加冕礼品。
中华圣母与圣子太像加冕。恭请李克勉主教为圣母与圣子太像挂上玫瑰念珠。正宗总主教为圣母太像献上权杖。请中安处总主教为耶稣戴上皇冠。圣南总主教为圣母佩戴皇冠。26页万福母皇。